的回顾，还是走了。我们看看这个球打得相当的结实，左岸发生了飞球，左岸手往后推，呼呼，欧布朗。这个球打成的是在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，右外野。球样子上去喽，上去喽，200轰！球打到了中右外野方向，打向到了深远。就是250轰，像是张泰山的头发回不来了。职棒生涯第250支的全垒打达成，中华职棒史上的第一人，也是台湾职棒史上的第一人。